这是在耳湾啊，耳湾的波特拉。在耳湾那个 Orchid Hills 这个法格山的这块，看一下这边那个房价，今天看的都是几百万、两百多、三百万左右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房子的一个情况，这房子上来已经110多天了，降了12万，288万现在，2890尺啊，这个价格还是有一点高。看一下吧，先。这边是一个吃哦，带独立卫生间啊。好了，都带独立卫生间了。都带独立卫生间。之后那个那个开发后面那个开发那个就是在，跑到那最近那个格局差不多一样啊，就是嘛。楼上有 loft。嗯。格局是挺好的。那就不错。他这儿弄了个阳光房出来。嗯。屋况也还是可以啊。嗯。稍微地稍微有点小。这个价格。价格太高了。嗯。2016年买的，到现在翻了一倍多，我看。2016年130万不到吧？现在8年，288万。不到一百。啊，这房子格局还是挺好的，光线、边幅，房子没有问题。这个房子，接近一个边幅，整个功能性都很好。这房子卖了101天了，3个多月了。这主卧的衣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房子2900尺不到，288万，偷了1000多块钱一尺，价格肯定，大家不能没卖出去，还就是一个价格。所以大家应该是对那个价格，目前去年这抢的时候，那么大家可能。进入一个高点，现在整个的一个市场，整个的市场已经发生了一个变化了。大家看一下这个房子啊，通过这些，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主要是要让大家来感受一下这个市场的一个变化。这房子格局是很好的一个格局房子，功能性，整个的一个屋况，应该是都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但是为什么卖不出去，大家要去思考吧。当然见仁见智啊，我们只提供一个信息给大家来参考。
这个格局应该是畅销的格局，但是房子为什么不好卖？这边的房子啊，2016年到现在，2016年130万不到，现在很多开价开到300万以上，现在300万肯定卖不出去，现在288万。大家想一下，整个全美的房价这8年涨了有没有一倍？那么，这边那个房子，法格山这个房子，8年时间翻了一倍，这个能不能持续啊？这个每个人的看法，大家自己去感受。因为市场，第一个情况，我们是做一个市场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反应。通过我们这个视频，大家能够了解到真实的市场是个啥样子。帮我拿一下先，那个。这个市场的趋势，涨价的幅度，因为每一个人的看法不一致，我觉得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的看法，所以说自己根据我们这个视频，我们这个频道提供的信息，然后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做出一个判断也好，决策也好，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OCHOUSE 这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它这边有社区门，这是受到大多数那个买家追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尔湾有社区门的那种小区啊，比例不高，那么这个人的那种缺乏安全感啊，所以说就很多人都买房子都希望能够有那个门，有社区大门。那么这种小区不是太多，而 OCHOUSE 法格山这一块的这几边的小区基本上都有那种社区这个大门，所以说能够给大家带来某种程度上的一个安全感，所以这边房子受到一个追捧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的个人的一个看法供大家参考，因为这边的房价这个涨幅啊，这一两年的一个这几年这4-5年的涨幅啊，是有一点，我觉得我个人的观点啊，超出了每个整个房子平均涨价的一个很高的一个幅度了。那么大家在这块买房子会不会站岗？这是大家自己要去思考的。那么有急于要卖的，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性价比不错的房子。那么大家一定要考虑一个性价比，你如果不考虑性价比的话，有可能就是在一个相对的高点。当然每个的房子中长期来看它没有最高，只有更高，只是就是说你买到一个相对的高点，你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消化这个房价的一个涨幅，好不好？这个房子的就给大家讲到这儿。好，我们再看下一个，谢谢大家关注。